这个猪鼻配完老长时间了，才下蛋呢。我不知道为啥，这正在下呢。我今天得亏吧，因为我所有的车都拉屎了，我得亏完他那啥，我瞅一眼收拾粑粑，还行，都是受精蛋，太他妈神奇了！我以为今天没有猪鼻蛋了呢，我都放弃了。这都过完10月1了，它才生，那它孵出来就得12月份才能孵出来，服了，真的服了。行啊，生吧，就这么生吧。我也不给你放产房了，它好像还有好几个呢，得有他妈，还得有个四五个。我看我给你找不着产房。哎呀，小猪下蛋了。终于有猪鼻苗，我因为我看了两个蛋，它都受精了，挺好。这个好像够呛了，这个够呛能孵出来，这个试试吧。你这真的生的是哪国蛋呢？我都完事儿了，今天繁殖季你又给我生上蛋了。